TVB 马来西亚星光荟萃颁奖典礼2016获提名最喜爱 TVB 飞跃进步男艺员的包括张永康、末代如衣。你咪即管走去同老佛爷讲，老佛爷咁识得审时度势，到时只怕你嘅命运就会好似珍妃咁，被长期囚禁喺北三所，直至你死为止。吴世海，你唔使咁得意，胜利唔会永远都属于你啊！一屋老友记，修补，你走咗咁多年，而家先无啦啦走翻嚟修补，你会有咁好死？做咩啊？患咗绝症啊？想我哋捐器官俾你？你要干定要肾啊？讲啊！城寨英雄，你系佢杀父仇人嚟噶，你哋冇可能喺埋一齐嘅。够啦！我未讲完，你日日走嚟照顾佢，俾饭佢食，搞到铺头又唔提，屋企又唔翻，佢已经系废人一个，你哋系唔会有将来噶。我都话够啦！请即透过官方流动应用程式 TVB Star Awards Malaysia 2016为各个奖项投票。神级演技都要有你 Magic 一票，将演技与魔法结合，选出你最喜爱角色。